感谢哈，中年了，家人们都一起点点赞好不好？点点赞哈，赞赞不听，咱们上人不听。你啥会有啊？俺亲哥，你这是一天天的，都不怕我点好吗？啊？哪会你听了你这话，我面条都成不碗里去了，咋办？不能这样哈。都不容易哈，吃不了这么多，哎，他吃不完，他上午吃不完，他晚上吃对吧？他热了还可以吃，是不是？感谢哈，这反正这是有两碗饭哈，这是两碗饭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:00，这时间哪都不一样。好好好。天天都别黑他，对，是的，都点点赞吧。你看都不容易，都这不管是面条子还是清汤寡水的，对吧？坚持了4个月了，容易吗？你们都那个啥，爱心发现的点点赞吧，点个小关小注给我支持一下，客官。都不容易哈，你们的陪伴也不容易，从开播陪到下播都辛苦啦。两顿吃不了，剩下的包子可能浪费了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哥，王哥爱心餐，王哥流量咋样？你看我这一段时间流量差，不好，但是不好你咋弄？已经慢慢坚持，已经开播这么久了，前段时间流量都挺好的，都这段时间。这是谁的？没人比你。哎，不是天天叫你们多看看我吗？是不是？没有人。感谢哈，感谢。对，是的，旺哥哈。都不容易哈。那个我怕一天吃不完，是的。大的太多了吧，反正饭量如果大的话，这一碗的话够吃。要是稍微像他们年龄大一点的奶奶哈，吃不完，他们那里都碗小，太多了吃不完。够吃的啊，吃不完的话剩一点呗，对吧？感谢哈，有空闲的咱们就点点赞哈，给佩佩一个支持，点个小关小注哈，点个小关小注给佩佩一个支持。感谢哈，感谢默默支持佩佩的所有家人们哈，感谢，这是。感谢送的真爱之心，嗯，那想的还怪美，想的还都挺美嘛。你想自己做饭吃。可以点个小关小注哈，想看佩佩明天给爷爷奶奶做什么饭的，可以点个小关小注，关注走一走哈，家人们。关注走一走，别的这面条姐，真的吗？借你吉言哈，借你吉言，我也这样想。感谢我姐妹哈，感谢天天妈，感谢，我也这样想的。面条，弄了面条，这些小面条，
哎，那你吃啥饭？你说，面条，一日三餐。你说呢？就都是那个馒头，面条。你说是不是？感谢关注哈。这有菜，正能量。辛苦了，给你点赞。咦，这个一茶会有你哟，正能量满满嘞，感谢。今天是肉丝面哈，家人们，肉丝面，感谢默默支持推背的所有家人们哈，动动你们发推的手，一起点点赞哈，点点赞，榜上的家人们，这有多少？具体的我也不知道，多少面条？这面条都是干嘛去买的？我也不知道有具体有多少。是的，那个是，那可不是，可是。今天声音清楚吧？今天声音清楚吗？点点赞哈，家人们一起点点赞。咋还有菜蒸点的？哎呦，配合配合，你马上我都不成了，都配合配合，马上。几百斤，我不真不知道哥，王哥，因为这面条我不这个面条我不知道哈。感谢哈，这面条是干嘛负责买，负责弄，50斤，一百斤。有空闲的就点点赞哈，一起点点赞，家人们，赞赞不停，咱们上人不停哈。这几天几个是，正能量。对，上人，榴莲。100，这几天不知道咋回事了，都比上次抬了10分钟抬的了，知道吧？哎呦，对我现在用的都是，上次抬了10分钟都有点限流了，知道吧？得好长时间，得好长时间恢复，你都容易了，哎。哎，欢迎钢铁大王，欢迎我哥回家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哈。哎，不行，感谢关注哈。有人刷，哎，这也不好说。没有爱心那个人啊，那肯定支持呀。这下还现在天天就几十个人，我的哥，我也不知道哎。那之前这段时间都限流嘞，咱之前流量不是也可以吗？是不是？都这半个月左右。好，好，那可以。不是，天天嘛不是那个，那没事，那正常哈。欢迎感谢多罗班扶持150人，感谢小黄的点赞，小黄偷偷点赞被我发现了。点点赞哈，点点赞，家人们，有附近老乡可以点个小关小注哈，给推背一个支持哈。推背做的就是
爱心肠哈，给60岁以上爷爷奶奶做的总午饭哈，家人们，今天做的是肉丝面，今天爷爷奶奶多哈，真慢，你看都这还吹了我一块的成块的大，这今天肉丝面好吃哈，今天肉面真好吃。流量不是就这段时间，就这段时间限流了，不知道用上了哈。又服了。尽自己微薄之力就行，慢慢来，是不是？感谢哈，感谢默默点赞的家人们，一起点点赞哈，点点赞，家人们点点赞哈，赞赞不听，咱们上任不听哈，赞赞不听，上任不听，面条还多着嘞。咦，袋子，没看见，这么多够三个人吃，这么多够三个人，饭量大的话应该吃得完哈。感谢小黄的关注，就是吃不完，吃不完了他就下午热热吃呗，对吧？可吃不可浪费啊，都不容易，是不是？都不容易，是吧？哎呦，感谢哈，感谢，没事，是辛苦了，对，是的，4个月了。明天没下哈，这没下，反正下了一会儿，现在不下了，现在又轻了，反正下了一下子，现在又轻了。有空闲的点点赞，家人们哈。今天做的是肉丝面哈，肉丝面一下。主播是给60岁以上爷爷奶奶做中午饭哈，做的中午饭今天。好嘞，面条又出来，这都是面没有烫嘞，马上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多穿点儿，对，手艺不错，面条这也是慢慢的，一天天的，会做小锅饭、大锅饭，不都慢慢学的吗？感谢高歌一曲，这大锅的，之前还真不会，这之前纯就是掌握不住烟味，现在就知道了，感谢。执着人生送的你真好看哈，家人们都好看哈，慢慢的都会了，家没有了，哥这几天都这么多汤，面条多，今天面条多，昨天不是看我爷爷奶奶多是吧，今天面条也多。这锅这么大，这大锅，这不是大锅吗？这是大锅哈，因为这个菜戳点，这戳的太可上了，应该往下再来，并不是戳太可上了。这是家用这个小火，这不是大锅。面条煮，你咋整的？今天晚饭没有来哈，今天晚饭没来。
是。嗯，噪音，又有噪音了吗？这是催化的行李啊，现在有了吗？那群里现在声音有直达吗？你在那边就开开群里。这催化的行李，又有噪音。感谢哈，感谢命运，有太吵。这是院上的。有点紫了，又有点紫了嘞，刚才紫了不紫了，卡了，弄了，留散热器，两个不用散热器不行。用散热器才不行。噪音大的很，那原啥的，这科幻的显微呢，噪音还紫了紫了的，刚才都紫了。我刚才都知道，你刚才不说。这是亮蓝的，这现在的。再听听。现在的。看不见人了。好了，你别搁这。不卡不卡，正常哈。你手机卡了可能性。你在那边听，你别在那边听，在那边听有回音。哎，几个面上多哈，我亮铝片灯才行。卡，对，不卡，它可能它的卡了。我现在亮的是蓝的，蓝的可行。我现在亮的是蓝灯，你会什么？亮一下试试。现在的，现在的，玉哥，你站远点，又紫拉了吗？管了，重播，重播，还有。那啥原因呢？我也不知道啥原因呢。才开始的时候咋样？洗澡呀，我也不知道呀，咋回事？这是下雨了又，那面条多的，有面条粗的。换了呀，哥，元哥，几个是真换的，你看不见不一样了吗？感谢关注哈，感谢红枣的关注。以前是真换的，但是换了咋还有杂音？我都不知道嘞，这样都说好。这个面条是多，有没？还有？还有声音还滋啦滋啦吗？有。我的哥，几个299，客官，三，我哪一个来没有说，再差的来没有这么差呀哈，再差来五八，这个是299，这个是报废了的，这个，行了好多天才下单，你说容易吗？哎。开始治了，你咋能？我的哥，你咋能看起我？条件不允许。这还不如你这样做，还不如我给爷爷奶奶多做点饭呢啊！那有点破费哈，不是有点破费。好，等会儿我给这个饭冲它吧。冲，我等一会儿给我给它冲了。这是几个人，那这几个面条都太多了，全是面条的。这是我的大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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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我的大饼。
那有点奢侈哈，你搁那边解决这边真的是不行。 好些了吗？这后头你要问，全都不。在哪？在这呢吧？嗯。你别这样，我这后边站，我这。嗯，要不然，我后边没进来。哪有你站不坐后边？我看不见人，我都坐成了。从我最后没遇到，你别去医院。都坐这边，我都没看见人，我以为都这么多。都在地下。 就在这边站着，我都没看见人，等一下太吵了，我调一下，我调一下。这是，等一会儿我调一下，我再重新弄一下，这就偏偏的。 先试一下哈，现在的关了，好，关了就行。这天天一天得开两次，你说怨啥？每天每次都这样哈，才开的时候好嘞，俺姥爷又来了，妈。 生意关了，你那边生意关了，可以的，好，可以的，下大了，这回是下大了，赶快称哈，称下大了，马上要下大了。 滋啦，还滋啦吗？这咋弄？还滋滋啦啦的吗？这是下雨嘞，是不是雨声音？下好嘞。对，点点赞，大家哈，点点赞，点点赞。 哥，肉丝面，好吃的。感谢哈，感谢新进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哈，一起动动你们发财的时候点点赞。感谢观众的秋天，感谢我哥默默的支持哈，从开播一直陪到下播，不容易哈，辛苦啦，家人们都辛苦了哈。对，是的。 我玉哥说的非常对，竟然很有肉，那可不是，来几个人，来碗往前搁哈，给你几个，嗯，你端哈，好。 你努力一下，下雨了还得走。对，没办法呀，这今天下小，昨天下大雨还得做嘞。今天下雨下的可大了，今天还小嘞。欢迎我哥叶无名哥哈，欢迎。哎，没办法，慢慢的坚持吧，有你们支持哈，感谢你们默默的支持。
谢哈，感谢行进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，也不够了，够哈，刚放掉了，够。快点，下雨了，别做了，消消愁。我不做，你们会想我的，我不，对不对？不做饭了，怎么行？好，关了。来，拿盆过来，自己吃哈，自己吃。两个人下次来两个人盛哈，一个人盛一份的。对。嗯，一个人吃一份，两个人吃两份，来两个人都两份，你来三个人三份，你呀，成三份那不可能哈。